么洗会比较好？你好 ，sweet 的。其实我今天这个推荐的这个产品，它特殊呢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然后我的肌肤也很脆弱、很敏感，所以我使用过之后，让我的肌肤感觉不会很干涩，然后也不会很滑，让人觉得穿不在一起。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。我想还是先跟长庚这些专业的人士，都会让我觉得很棒的。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。对，因为他们，我自己也希望我代言的产品，我自己都可以先试用过，所以之前他们都有提供，对，然后我就都闻了，觉得都味道都很好。但是这个好像在上天的那个玩笑的时候，真的，他死定了，起码要请我吃五顿饭，那你要红椒。还好吧，因为肖哥跟我就是很熟了，所以。是的，就是大家昨天都有看到那个漂亮的照片，这样。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要出新专辑，我看到那就觉得好酸哦，就想说知道大家很期待，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期待，但是也不用失望，因为这次的合作也是会有很棒的作品呈现，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展览一样的形式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。你说我们三个人请的，好像3月底以前有一起出现表演，好像在澳门吧。当然很更希望的是有歌曲啊，对，更希望的是有歌曲可以呈现给大家。所以陈娜今天出来就接受媒体采访的状态都已经非常好。没有啊，刚经过门口啊，有很多 SNG 车，我超紧张。有时候我这个记者会的流程已经很让我紧张，然后又因为真的上一次也没有这样子跟大家对话，是真的蛮紧张。但我还是必须说，真的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然后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鼓励我都收到。像我妈妈很少，因为人家都会尽量就能煮东西就尽量煮给我吃，然后就带我回家吃。然后有一天我回家吃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最喜欢吃红烧肉。”恭喜嘛，第一点。蛮好吃。他买红烧肉啊，就那个卖，因为他长期都是跟他买的。那猪肉呢？送你一副腰花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哦哟，你怎么这样？”我妈妈那时候她跟我说，她自己有点激动，有一点感动这样。然后当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心里就觉得，好温暖。看高一点啊。